剛才休息之前咧，其實就已經進行咗 round one 嘅比賽啦。而家咧就即將進行 round two 嘅比賽 ，My Brand KOL 咧就要幻想自己有個品牌嘅時候，究竟佢個品牌係會點樣配搭嘅呢？所以陣間我哋有得睇噶啦。喺呢度再介紹多次我哋嘅星級評審團，包括有星級形象指導 Carl， 亦都有 Hip Hop 狂潮之人 Hero。 亦都有星級潮流指標藝人啊，哇！Larry Dunphy，好，thank you。好啦，呢個 round 咧，其實除咗有評審嘅評分之外咧，其實仲有公投嘅環節噶噃。嗱，各位就可以透過你哋手機咧去投票嘅，評審嘅分數係會佔30%。 而你哋嘅投票咧係會佔70%嘅。咁所以你哋嘅投票咧就非常之重要啦。咁至於點樣投咧，喺比賽完結之後，我就會同大家講噶啦，因為想大家留隻眼睛喺個比賽度啊嘛。好啦，去到呢度就差唔多噶啦噃，問多次啦，評審準備好未？Thank you。入邊嘅KL準備好未？OK， 舞台 OK， DJ 好唔 OK？ 好。 我想問下，你哋有冇OK啊？好，OK，好，各位有宣布。Local Fashion Icon Competition 2021 Round 2 開始。首先，我哋有第一位參賽者，4號嘅 Shannon。 跟住就到15號嘅 Kira。 接下嚟有16號 Sherry。 跟住有20號嘅 Janice。 跟住有21號嘉嘉。 有冷嘅啲呢度，冇人嘅，不由人，大家都係，
드디어 23호 미소. 只要一十四号线有二十五号 Haley， 27号 Pumpkin。
唔使唔使。有最後49號嘅色色，呢叫做有分數呢個。Thank you！ 喺呢個時候，都想請咁多位嘅參賽者 KOL 再一次出場。向後褪，我哋向後褪，係啦。咁俾攝影師咧，可以影曬你咁多嘢。右手邊啊 ，DJ 台嗰邊，跟住我哋望一望中間，我哋又望一望左手邊，左手邊望一望左手邊 ，thank you。好，喺呢個時候咧，都想請三位星級評審咧，我加入一齊影張相嘅，我哋喺中間位置啊。麻煩曬，我喺中間。好啦，咁去鏡頭咧就可以篩一篩去側邊。我哋又望一望中間位置啊！我跟住左手邊，左手邊嘅攝影師，我哋見到跟住咧，我都想請咁多位台前幕後咧都一齊張相嘅，請台面咁多位。我正面都係喺度啊！好，我哋影一張中間先啦，都正面，補多幾張先。我哋可以有。好，咁多位台前幕後咧都影張相啊！我哋中間吞後少少啊！其實買到可能更多人挨後些少，台前幕後咧就我哋去最前嗰排揾大家。我哋望一望右手邊啊，都望下中間位置。我正面嚟啊，差唔多一截。我哋再望一望左手邊嘅攝影師哥哥啊。OK， thank you， 唔該曬咁多位，辛苦曬。俾啲掌聲，咁多位參賽票同埋三位星級評審先 ，thank you。係三位星級評審咧，可以就座噶啦。咁多位票咧，可以退場休息一下先。thank you， 辛苦曬你哋啦，我都見到你哋咧。
我見到你哋咧渾身解數啊！好啦，我都決定喺 DJ 台呢一邊講啦，我都費事落去啦，因為咧留翻個位啊。好啦，我哋兩啱嘅 catwalk 比賽咧，其實咧都已經完成噶啦噃，以後落嚟咧就到投票嘅環節啦。我諗大家頭先睇完17位嘅參賽者嘅表現之後咧，都已經有心水噶啦，係咪？好啦，未有嘅都唔緊要，一陣咧 QL 就會出嚟同大家拉票噶啦噃，咁啊可以講下佢哋嘅風格啦，講下嘅理念啦，希望你哋都會投佢哋一票啦。至於點樣投票呢？好簡單嘅啫，大家而家拎個電話出嚟先，拎個電話出嚟，拎個電話出嚟之後咧，可以喺 Instagram 嗰度 search Lady Paradise HK 嘅 IG。咁呢個 IG account 入邊咧有條 bio link 嘅，咁嗰度有條 link 喺度噶啦，你 click 入去咧，咁就可以投票噶啦。但係至於喂啊 ，Lady Paradise HK 好難串啊，唔識串啊，點算？唔緊要，我哋咧都有個相用你嘅 scan QR code 嘅功能，喺我哋側邊旁邊咁多個 model 公仔下邊咧有三張圓台嘅，圓台上邊咧都有個 QR code， 就係、是。Lady Paradise HK 嘅 IG account 嚟噶啦，你可以 click 入去咧，就可以直接入去噶啦。咁 scan 入去咧，就可以投票噶啦。記住 click 入去嗰條 bio link 啊。好，咁而家咧就係、是、投票時間咧，係會係一個小時噶，一個小時。然之後咧，再過多半個鐘俾我哋大會點票。咁咧，即係頒獎時間咧，就係、是、會個半鐘之後，個半鐘之後。現在是4:11，即是我們5:11就會截止投票的了，那稍後大家見，不阻大家了，大家快點去投票吧。三位評審也可以回去休息室休息先， Thank you。五點四十。